第十四是转法轮。我们世间有一句话，筋长一寸，寿增十年，这是全身拉筋了，我给它定名为转法轮。两脚打开，吸气吐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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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倒转，吸气吐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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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通常我们做十六次或十八次或者是三十六次都可以。第十一次是加强这个大腿的力量。我们一个人老化的时候是从人从脚底老，发从头上白，所以要防止这个老化呢，腿要有劲。所有的动物当它不会跑的时候就接近死亡，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腿部练功，很简单，蹲下去站起来，蹲下去站起来，蹲下去站起来，三十六次自然呼吸。抬头挺胸，